我乖女儿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头流血了？我头好痛哦！女儿乖哦，不要哭，妈妈马上带你去医院。喂，你好，我是20楼住户的杨太太，我女儿现在受伤了，要赶快去医院，可是电梯停电不能搭哎，现在该怎么办啊？不用担心，我们大楼有紧急供电设备，它的设备里呢有发电机，目前发电机正常运作中，所以呢现在是电梯有电可以搭乘的哦。太好了，谢谢。大家好，那我来说明大楼为何要有发电机。首先，我们必须知道，依照消防安全设备设置标准及建筑技术规则的规定，消防设备及紧急升降机必须连接紧急电源。所以呢，大楼设置紧急用的发电机，就是要给需要紧急供电的公共设备来使用。例如消防系统设备、消防专用紧急升降机以及其他公共用电设备等，但是住家及私人用电则不在供电范围内哦。在电气化的时代，处处都要电力，尤其是大楼遇到停电时，会造成电梯、机械车位等多项设备停摆，非常的不方便。这时候，如果较高楼层的住户因为受伤而有生命危险，要马上送医时，却因为电梯停摆而无法搭乘，这时将会造成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一般大楼紧急用发电机大多设置于地下室的机房内，少数会设置于其他地方。当台电停电时，电力自动切换系统，英文简称为 ATS, 会控制发电机启动发电。当发电机到达额定电力时， ATS 系统会自动切换成发电机供电。另外，当台电恢复供电后， ATS 系统会自动切为台电供电，并控制发电机停止。本课程的内容已经全部结束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次再见咯。